久都没有来下个棋喽。哼，Thank you.
小翔，你要睡觉哦，起来跟我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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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小熊要去哪，带糖果却没有带我，哼。嘿嘿，安安呢？你手上拿什么？这都是给我的吗？好好吃哦，但不够吃。还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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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要。
虫啊，他们在动哎！嘿，嘿，嘿！熊熊，我有钓到鱼吗？你有钓到鱼吗？什么时候钓到鱼？这里能钓鱼吗？为什么钓不到鱼？哪里能钓到鱼？哪里可以钓到鱼？可以钓哪种鱼？要怎么钓鱼？这样是钓到鱼吗？传说在那夏天早晨的河上，太阳的笑容照耀你手掌，当手里的金鱼发出光，像是在做梦但却不是梦，三个愿望千万别做过，请记得分享给朋友，一起让快乐尽情乱散落，像是在做梦但却不是梦，三个愿望千万别错过，请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一起让快乐尽情乱散落。比赛场地，现场直播今天的超级杯比赛，不只
是今年足球季的决赛，现在两队队员在赛场上，裁判把足球放在比赛开始了，大家关注赛场上，控制足球，主场球员已经接近对手的发球区，传球，右传，传到了后卫这边，但是控球不稳，守门员冲上前阻挡下来。亲爱的观众，午安！你们正收看每周播放的健康节目，今天来讨论十分钟舒压法。紧张吗？请坐在沙发上。放松，吸口气，若是坐在椅子上，低头，两手放松，泡杯茶或煮杯咖啡，慢慢喝，这段时间停止思考，在浴缸泡热水澡，慢慢的呼吸，放松，鼻子以下泡水中，深呼吸。回家后请放空。当身体很疲倦的时候，是无法解决任何烦恼的，需要充分休息，恢复体力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做好每一件事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去森林散步，那里有狼哎。手机散步吧，好好，那我来拨给他吧。即将结束，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对手球员犯规的现象，裁判走上前向对手发了黄牌。哇！
有看到蝴蝶飞过去吗？看到我的蝴蝶吗？这是什么？你要我当守卫哦？不要，去抓蝴蝶比较好玩。充满了战斗力，边界漫黑云，我走来走去。边界漫黑云，我走来走去。边界漫黑。站住！别想逃！
需要守卫吗？那好，再见。边界漫黑云，我走来走去。小猫喝牛奶前会忘记，一定自己会记得，要先把小脸洗干净。猪妈妈叫小猪洗脸，调皮小猪赶快去，到食草吃饭好开心，小猪剃光亮干净。猪妈妈叫每天早上吃小小太阳公公在天空下的个亮，所以我们
注意，如果有人常生病，都是因为不爱干净，让自己都脏兮兮。我们人类要更努力，常常要提醒自己，我们应该要比小猪猪更爱干净。如果大家每天早上洗香香，小小太阳公公在天空上的灯亮，好啦，走吧，每天早上是小小太阳公公在天空上的灯亮，如果大家每天早上是小小太阳公公在天空上的灯亮。
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